水永长流，生命便是慈悲造就生命之美。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给别人一个关爱的眼神，一个灿烂的笑容，一个温暖的拥抱，为上帝的灵族做见证。自爱和关怀的力量，就以改变世界。时常关怀众生，处处为别人的设想，就是慈悲心。人往往为了私心，甲为自己打算而失去信心。真正信心是爱咱付出爱，另外一方面，有了信心，咱才会当付出爱。信心和爱是分不开的。
灵珠是一种臭鱼也听得到，戆戆的人也可以了解语言。自卑心的具体表现就是爱惜不明，但经常认为自己是唯一受苦的人，而是对方为压迫自己的人。当然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痛苦和愤怒，其实跟对方的痛苦暴力并无分别的时，你就会变得比较较自卑。真正自卑不只是一种情绪反应，而是一种基于理性的奉献。自卑的心就参照万灵丹，伊会当把无好的状态转变成好的状态。自卑本质温和，但也真有力。一个人若想要得到上大的安乐，
便一定要培养自卑心。自卑是指放下自我，完全地消除自我。不管信教或者是无信教，每一个人拢需要人的感情甲自卑，因为自卑予咱内在力量、希望甲心灵平和。慈悲可使咱接近所有的众生，包括咱所谓的敌人，虽然这些人困了伤害咱。无论属于多一种宗教，只要咱愿意身体力行，愿意真正的修行，所学习到的教导，拢具有转化内心的能力。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环境或者是比较，我都受持自卑，这让我内心力量和喜悦，让我感觉我的人生是有路用的。不管因欺负你什么，如果你想到所有的人都跟你同样，只要快乐，你就会发现真容易对因生起自卑心。
着丽莎修女的死亡是人类的一大损失，伊是人类发挥无边爱心、慈悲心、甲利他心的活榜样。表现真挚的人情，当咱尊重他人并关怀他人的权利，咱才会得到真正的朋友。单纯和诚实的动机在每一个人类活动中都很重要。借着培养尊敬他人和关怀他人幸福之情，咱减少本身的自私心，伊是所有问题的根源，并且加强自爱之情，那是快乐的自然来源。每一个人的心内都有佛性，都具有可以开悟、中庸自卑和智慧的能力。故基本人性和自然律，感情和自卑是快乐的关键。依据医学的理论，积极心态或者内心平和自爱，也有助于咱的身体健康。
但必须培养一种互相关怀的心，归属于人群的心，互相尊重的心。你如是慈悲，你的心理如是健康。记得人生，咱必须善好内心判断的力量。对智慧甲内心力量尚有修行的时刻，常常是上艰困的时期。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十年同念，知恩报恩，水陆三界，起见法界无遮大圣会，普愿四方，平息世界极易诸灾难，遍及五洲，回向有情身心皆安乐。由延藏僧团主办，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协办，日期2021年10月31日星期日到11月7日星期日，法会地点三好国际饭店。地址：云林县斗六市斗六五路35号，洽询电话：台中总部04-2242-2002，台北土城讲堂02-2262-6222，云林无为讲堂0905-067-717，延藏僧团培训中心0559010072，划拨账户适应可划拨账号07695488，请注明水陆法会报名。法会报名，义工参与，请洽各处讲堂，敬邀您共襄盛举，同沾法益。生命文化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秉持着广传佛陀三乘法的精神，致力于佛法的推广与传播，不断地制作多元的佛法节目。透过 MOD 及网络影像平台传递佛陀的教法，散播如来悲智的法音，以滋养社会大众的心灵与觉性，
并增进各语系佛教之间的互动及学习，愿使正法常住人间。佛所行赞中说，佛说一切师，法师为最胜，人思行才师，行法师者难。敬请各界大德发心护持电视弘法基金，一同成就广传佛陀三乘法的慈悲大愿，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佛法，一起走向菩提之路。感恩您的共襄盛举，您的发心护持必定功不唐捐，聚沙成塔，福慧圆满。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，台湾邮政划拨账号19965232 19965232，银行网络转账，银行代号005土地银行，转账账号012-001-197-388 012-001-197-388，转账后请将个人账号后五码、收据、开立姓名、联络电话、地址传真至总管理处03989-8787，或 email knifetv.net@msa.hinet.net， 服务电话03989-9319 03989-9319。心在极乐，爱洒众生，了解他的变化，不执着一切。在极乐啊，但是呢，念一下爱洒众生，就是这样。但是你千万不要把你心定在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会变的。哪一天你知道你朋友骗你，你看到这个海就想要跳，这样啊？你为什么会骗我？因为你要求一个不要变，不要变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因缘所生吧，它会随着我们的业报一直一直在改变，而且这个改变不是随便哦，它是因缘成熟，它就会现前。就是热度强一点，树木也会改冷一点，然后它也会改变。那释迦牟尼佛只是提出这个道理，所以我们的心，这个世界的主宰不是神，不是佛陀，这个世界的主宰是我们的心态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根源。所以我们的心态要保持一个开放的，却热忱的。可开放就是接受一切，了解它的变化，不执着一切。热忱的是拥抱世界。